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206治乱荣禄之端在所信任，所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。这一条出自于卷15汉书3。安定与动乱，治就是安定，国家治理的好，安定。乱啊，国家治理的不好，动乱不安。那么安定与动乱，容易与此路的发端，就在于君主领导人所相信并任用的人。所信任的人已经是贤才了，那就要坚信他而不动摇，就是说用人不疑啊，疑人不用啊，就是他已经是贤才了，就不要啊去怀疑他了啊，就要相信他啊，要信任他了啊。那么这个贤才呢，他才能够专心的为国家来办事啊，所以不能怀疑，已经是贤才了，那么就不能怀疑了啊，就要相信他啊。这个是啊，这个治乱荣禄的一个发端了啊，就是在信任了、啊。信任的人呢、啊，是贤能的人、啊，那就要坚固啊，不要怀疑。好，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